今年发很多的那个后面的这个技术的那个机会给那些歌手，包括了我们会有这个同陕西电视台合作的这个微电影，我们拍五部微电影，也包括我们可以送他们去香港参加香港的那个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也送到广东卫视广东电视台的一个珠光频道里面参加这个叫做魅王争霸，然后也可以送他们去 CCTV 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这个平台里面给他们显示他们的才艺。所以在一系列的这些活动里面呢，我们都是希望他们在所有的这个东南亚的市场里面呢，能够发展得更好，更多机会。在今年来说，我们可以报名的真是高手云云了。为什么呢？很多去年没有来的那些高手呢，在得到去年的一些看到一些选手的经验呢，他们就从他们的口中传出来，他们今年就争取在这个舞台里面显示他们的才华。所以今年我也说很多来自超女啦、好声音啦，然后有一些是America Got Talent啦，他们都那些选手都来报名。